由于疫情之下，小编由原本唔识煮嘢食，都变得可以煮翻两手。但系每次煮啲唔同嘅菜式，先至发现屋企冇架餐，结果来来去去咪又系煮翻嗰几味。本来对煮嘢食满腔热诚嘅我，团火差唔多要消失嘅时候，俾我发现到煤气公司独家推出咗明火专用嘅日本制造多功能明火锅。唔好睇佢体积细细，只有 1.7kg， 讲你都唔信。这个锅除咗可以做到蒸、炖、煎、炸之外，仲可以做到炒、煮、焗、烩、煲，样样都得，真正做到一锅搞掂。仲要佢系唔容易黐底，啱晒我呢啲懒人，悭翻唔少清洁功夫，真系可以一锅走天下。这个锅仔除咗入得厨房，仲可以上得大台，靓松连埋个锅一齐上台，打卡呃 like 咪就咁容易咯。有咗佢，中西日韩甜品从此都唔会难到我啊！